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东涌思望，我小 T 又同大家睇楼啦。喺我身后咧就系东涌最新嘅私人屋苑东环，咁东环咧只有5年楼龄啫，而佢嘅发展商咧就系新鸿基。咁我相信大家对新鸿基一啲都唔陌生啦，而佢嘅品质同埋升值潜力咧都系非常之高嘅。东环就位处于迎东路，而呢一度行去东涌港铁站咧，大约就需要15分钟。咁可能地理位置上面就爭少少啦，不過呢個屋苑咧都會提供翻一啲穿梭巴士來回港鐵站，而另外咧佢呢個屋苑出面咧已經有商場，可以提供一啲食店啊、家品店啊、超市等等，去滿足翻呢一度居民嘅需求嘅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即刻同大家上去睇下啲樓盤先啦。今次同大家参观嘅系东环6B 座高层嘅两房套单位，单位实用面积为484平方尺，一入屋穿过短小嘅走廊，通往厨房同下饭厅，开厨设计，前面放置咗一张长形嘅吧台，电器都系入墙式设计，另一边系储存空间，不过台面准备食物嘅空间就较少。客厅光猛阔落，尽头有落地玻璃通向露台，转左进入走廊通往两个房间，房间间隔方正，客房比较细，只放到单人床，主人房的空间就比较合理了，放到双人床和衣柜。房间对面有两个浴室，一个是旗缸设计，一个是浴缸设计，这个厕所是有窗口添。全个单位的亮点就是这个露台景观，望出去180度无遮挡迎湾园景色，下面就有公园、学校和泳池景观，无敌开扬。东环这个屋苑设计时尚新颖，非常适合年轻情侣或者夫妇上车。大家如果对东环有任何的兴趣，都可以随时联络我查询更加多的资讯。